开温啦，你现在去拄着因咯。我看哈，也是等你离开，我再进去。那无去让丽萍看到，一定去还骂个臭头。梁瑞安安尼雄雄召开临时董事会，诶，目的就是要予咱安尼袂赴汤啊应付伊啊。啊，万一咱是真正无在条对付伊，啊，雄雄是不是乌龟我捧起来？今仔日确实真关键啊，因为江道成伊报告这么久啊，一出手绝对是重拳。讲实在，看这个世面啊，咱想要赢，可能啊足拼的。啊，咱去找杨总裁。万一因若是无多甲咱斗三工，俺唔出费去。等下，明水，我就用甲恁斗三工啊。孙北汉，恁来一只哈，无你是讲群众呢？是啊，你搁偷听阮讲话哦？你鸟气哦？我来这都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恁两个需要援助，啊，我有能力哦，会当甲恁斗三工啊。斗三工，无你是要提啥跟阮斗三工啊？哎、欸，小师妹啊，你敢咪讲我真高变魔术？虽然来时阵哦，我拢变魔术你看啊，啊你拢笑到安尼嘴啊二三三，敢唔是？啊你拢爱拍手啊，讲好棒好棒好棒，啊我会记袂？我甲你讲哦，今嘛我甲以前拢同款，同款会当互你见证奇迹，我就是 magical。我唔管你是买一裤啊，是买送衫的拢好啦。听好哦，你搁接近我的某，我甲你掠去做地空。无啦，哎、欸，小师妹，我真是无骗你啦，我是要甲恁斗三工啦。拜托啦，我还一个机会哦，我展现诚意给你看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啦。你是好袂啦，你只要差不多就好啊嘞。我跟你讲，我若不是代练嘛，你捌救过阮的性命哦，我根本无少对你好嘞呢。啊，不过你只愈来愈过分啦。你袂输我点啊，甲同款。你伫甲阮某安尼高高低啊，我是翁婿呢。我伫迄边啊，你伫饲我，你即摆啊，当作我死啊。无啦，你误会啦。我对阮小师妹吼，绝对无迄种非分之想啦。哎、欸，小师妹，你即摆跟我过来，我当场给你歹看。你哪这么歹啦？我真是阮婿吼，叫我来甲阮小师妹斗三工，你知无？婿耶。我来安尼讲讲出来，孙北海，你真正有够离谱的呢哈！阮爸已经过了遐侪年哦，你竟然阁用伊来做借口！你是莫甲我讲，阮爸甲你托梦哦？阮爸在我的梦中，伊拢唔来找过我，伊会去找你这个白骨了，我都不爱信嘞！西就是真正来找过我呀，但是我明个讲啊。再唔讲话，变来搞啊！你想讲你唔讲，我就唔知哦。其实我知影啦，你会一直来找我，就是因为你跟我讲，当年我用乌册去邮地府要替你找你妈，你想要找我讨一个答案对无？所以才安尼想空想空啦，吼！连阮爸是要跟你脱毛这块笑话，你也讲得出嘴，你真正是无有意义啊！你不是，我唔是啦，哦，真正是上天白听的，啊，看个破皮啦！啊，想要闪，丽萍后我都想到遐去哦。万一我若是无细心，将伊方圆的代志给讲出来，安尼是变怎？是不是好讲着啊？对了，你卖多我跟你收，跟你丢啦！啊，其实这件代志哦，是我后面讲的啦。你卖吼，该记唔记啦？啊，记遐有诶无诶啦？你后白讲诶，对啊，我就是今日吼想起吼我头条乌贼迄件代志啦，啊，我才跟你连笑话啊，啊，无你想看卖，哪有人讲吼诶去游地府这种代志，哦，这跟你天方夜谭的，啊，你也相信？是这个阿骗，那是你哦，想过单纯。小师妹，歹势啦。我是真正无要骗你的意思啦，啊，这条路你记得
记得别定了，以后叫你做了哈。妈讲了问对啊，这孙伯到即马还阁事情无解，心事无情，一个嘴花绿的也无一句话当相信。所以讲哦，你要听妈的话，你唔通阁相信，唔通插耳，较袂阁带水去。你哦，你这八十七啦，做少年了，唔捌讲过一句真心话，还食到这个货啊，搁咧骗食骗啉，甚至走去大江道上引导，想要靠伊食枪。你真正是够了人的啦！你，我甲你看出出啦！我警告你哦，以后我唔准你假神假答，走去阮爸的神主牌啊头前，搁伫遐咧假忏悔，搁是要咪报我，真正有够假假的你啊！甚至你以后嘛拢唔准来找我啦！啊，若无我看你一遍，我就甲你定一遍。啊，好啦，上好是安尼，大家拢莫交叉，你叫是我来找你啊，无遗憾啦，有啥物了不起？大概来哦，就看到你就拍面浆啦！我要干嘛？拿我的热脸去贴你的冷屁股啊？啊！好啦，卖为着伊，我再浪费时间啦，听多阿壮，听。啊？喂喂喂，是恁无迄个福气哦！我来跟恁斗三工哦，以后卖安尼哭哭啼啼，再来求我就好啦啊！啊，好佳哉李平，无继续安尼问落去。那不，我真正是挡伊袂掉。我感觉孙伯个怪怪，以前唔管我那个妈个土哦，伊都没有那个应出应进的。啊，我今日发现说汉尼啊大，化弊病就弊病啦，太宽松了。敢那有啥物代志污骂我？咱实在就卖讲千分话啦，这是一场股权的战争啦。啊，进前恁乌鸡集团啊，有那经过一个风波，所以我想恁应该真清楚，资金是上个重要。谁个落地较深，谁个手骨较粗，谁自然就占名下面啊。乌鸡集团若是出手，就会去影响到爸的计划，我爱想办法提示。江总裁，啊，你拢无讲话，是有啥物疑问了？你咧公司的立场，我是有淡薄仔顾虑啦。虽然讲恁是讲愈济愈好，啊，不过若是甲公司的钱拢摕出来，一个无拄好，就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有志集团。启勇，之前阿哥迄个高中，甲姜甲斗相共遐尔济，即个咱一定要出手。阿姨嘛讲一定要斗相共。我知影，啊，不过讲反讲，输反输。阿姨才拄甲宽了，交了我的手头，我较慎重的。资金也关系到公司的运作，一开始我是要较保守。而且咱才拄甲钱哦，摕去稀释股份，咱阁有一场股权的战争还未结束，爱甲遐股份哦继续啊买倒转来，所以咱的资金嘛是就安尼。这下昏搁参详啦，阮是无希望再向伊的心血乌有去，唔只安尼讲。就是啊，咱拢算是亲戚朋友，绝对爱收听的啦。阿哥一定是希望会当较有爸，才会讲资金是愈做愈好。啊，不过我是相信，因一定嘛无希望去影响到有志集团有做。所以你有偌济，你就尽量提出来。我是惊讲有到尾啊。会当提出来的数，也是无法度甲用心斗相共啦。你连算都拢无算过，你就认为数目会无够？其实过来罗宁，我有哪有算过啊？恁五指集团的手骨绝对有够粗，资金绝对有够，是无问题。所以阮才敢来遮甲恁开嘴啊。我哪感觉，江总裁，你是咧提示啊？无啦，啊是因为高丢临时提出这个要求，我真正无法度给你一个数字，爱去公司了解一下财务的状况。无安尼啦，我今晚马上去公司一抓，您放心，直接等我。我会照阿爷意思，收听到底。启勇真正是有够无头绪，赶紧去公司煞袂去煞皮吃。
已经啊，子倩，你听起来啊，子倩。快点，快点，我都没有，带动就死了呀！你给我下，你给我下！哦。你没当无代志，你绝对没当无代志。好佳哉啊！敢是我皮肤伤，无什么暗伤。哎，啊，我是咧好佳哉啥？这颗麻烦查某，若真正安怎，我就暂时唔免应付伊啊。安尼唔是我较轻松？啊，这边的空嘴，敢会破相？这查某头壳。到底在想啥？为着要救我，连家己性命拢搏落去啊！真正是有够狂的。阮爸所讲的你，是一个自私自利、现实、八等矮、臭名、满天飞的一个歹查某。啊，不过我看到的、感受到的，真正拢不是安尼。子倩，你是姓啥啊？啊，你头壳敢会晕？敢有啥物吐？啊，有啥物所在特别不爽快？你无代志，真正就好诶。哎呦，好呀！好啦，你莫乌白叮当啦，你叫车弄着，虽然无啥物大伤。啊！不过迄车厢哦，规大堆啊，凊彩叮当一下，一定会疼的。歹势啊，还你烦恼啊！你跟我敢讲？啊，看到车哦，是安怎啊？无爱闪啊，佮会冲过来哦，要甲我救。你敢知啊？差钱都无命啦！是安怎要安尼做啦？迄条爱问，你是我的老公呢？你若是有甚物事搞错，我嘛无想要活落去。我当然要好好保护你啊！那呢？你敢有想过，你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叫我是要安怎？我哪会付想遐尔多？我一看到你有危险，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绝对袂当失去你。就是就顶届，你为着要救我，你用你的手去把车窗弄好破。迄个时阵，你嘛是想你一定爱救我，敢毋是？我嘛就惊我会失去你啊！我就知影你真正最要紧我的。你是阮某，我当然要紧你啊。哦，我会歹势呢。安怎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烦恼的代志哦，暂时解决啦。来，你解决。变化真正足精彩的呢！是啊，用心哦，暂时啊度过危机，因为平安啊，你免提烦恼。嗯，安尼真正就好。用心度过危机，就代表爸那边的计划失败啊，爸一定足生气。对啦，你敢有需要去看一下？不过我烦恼你呢。不要紧啦，你免烦恼我，我无代志。我搁会留伫咧遮吊大灯，你做你去陪伊。